像别人哦，一定要给儿子什么买上房子啊，娶上媳妇呀。我就说，我跟我儿子就是说，我说你妈那个比你的学历低，就是能挣上官场牌，不找你麻烦，你就算是满足了，不要想我还给你什么东西。如果说你实在搞不定你要搞的事情，我说有一条明路可以指给你，到寺庙去。他会搞定的。有些时候是逼出来的，谁也 对啊，有依赖谁也不想自己搞定。在北京，我也没管他，但是有时候还是觉得每次去看他，觉得这个做妈的太不靠谱了。还行吧。是吗？还行吗？你可以的。行吗？行。你的个性里边的东西或者什么会给他很大的影响。比如爱自由了。爱自由这个比如不拘小节了，或者很多的吧，就是爱这些还有心性上的东西。不过这个世界有时候人与人是缘分，可能情缘是太厚吧。亲情也需要，有时候亲情的厚度也需要好几世呢，就是可能我们很多是没成过家立过业或者是什么啊，可能很多是修行啊出家啊什么没成过家立过业，这一世的亲戚也就了点情缘而已啊。所以这些家啊婚姻啊或者父母啊对你的牵绊就是能把你控制的不多。所以我觉得这是缘，随缘了。但是呢你现在想了这些，觉得有可能有愧疚，觉得哎，我应该像个母亲像个女儿，但是那是人道的定义，你早就超越了人道的东西，所以不需要这样想。就是你的心性里边，你当你从武汉出走那天，你已经跳出人道了，你已经不会拿人道的定义来去束缚自己了。所以我们也不需要以人道的女儿像或者是母亲的像来去要求自己成佛吧，或者是真正的成佛去以大孝度他，就是哎度脱他们从轮回中解脱，以这种方式来帮助你的亲人吧。我觉得这才是你要做的，而不是那世俗女人的角度去做一个女儿或者做一个妈妈。我觉得那些我们能尽力做，能做到多少算，能做多好算多好。就像你说他们需要你帮助的时候，你可以，我就这些能力，哎，我今天就一杯水，那你回来老妈连热干面也没有，就水。但是呢你喝一碗你走吧，你回去自己去做热干面吧，等等，我觉得够了。最主要你我们自你生了他，你身上流淌的血液，你的内在的品质，你生生世世的功德，所有的东西都会回向到他们，够了。我觉得当你需要一些证物，我觉得虽然说心法这一块需要随着时间的流淌，随着你的潮湿游游啊移动啊，或者是从不同的人那儿去，你以后这经典很多都会自己领悟很多了已经。但是有了正量的，有一些正量的话，其实这个世界的很多事只是个选择。你说你回武汉或者不回武汉，是不是接替你的祖传的那些东西，我觉得这只是个选择。只要你，如果你有正量的话，做不做都一样，都无所谓。如果你没正量的话，你可能会死在某件事情里边，会把你捆死，然后让你觉得你撒手不行，不撒手也不行，觉得你自己会被捆绑在那。然后总是遗憾，总是觉得里边不圆满，每件事都不圆满。但是你有正悟的话，我觉得怎么学着都圆满。虽然你可能无奈，虽然你可能学了这个就不能学这个，遗憾有遗憾有呢，但是呢你会在空性这一块是越在每件事上可以不断的练不断的修啊。你说去我还做了，在那件事上你可以借空性，哎，我不选择，我就是在另一件事上我也可以，我自由的移动也可以在自由的移动上借空性。不过我们就是圆满嘛。我自己想我就搞个 office 然后就也像这样子做这样的事情，不是我的那个重，然后还想把我的珠宝带上。边卖珠宝边做些干面。其实就是个品鉴，并不是说就是品尝吧，并不是说要那个。我觉得这是不难吧，这蛮简单的。对你又有家族的传承，而且你是正宗的，我觉得你要只要用心做，这不是很难吧。
我觉得不追求利润，我追求品质。嗯，那利润就来了嘛。啊，可以啊。对，我就是想，我是我就确实品质可以啊。嗯，我相信你爸爸70岁去做那件事也是品质，他一定要，他那么辛苦说，哎，你的不对，他肯定是想一定要做到他要的。他到处对，那也是追求了品质嘛。对对对，他没有门面，没有任何东西。可是他的晚年生活很丰满，然后就是说很多人来拜他，就是发心嘛，就是第一发心，第二善报嘛，很多也是善报实现出来。对，现在师叔知道说什么不知道表达那些什么意思了，真的。你随便聊嘛，随便聊嘛，这就是你做的事情嘛，挺好的，我觉得。这也是都挺，珠宝也挺好，热干面也挺好，这两个又能玩又能吃，挺好的。做而且如果是能做下去，也能维持生活啊，也能做起来，就算做能做起做更好嘛。做不起也哎，就是玩一玩，都挺好。做盘面嘛，做到一碗面做的享誉全国，也挺好的嘛。这个倒不是，我觉得你就说你不管做什么事情，这个做的太大了，是一个很辛苦的事情，到时候是欲罢不能的事情。我不想这样子。我不想欲罢不能，我觉得。你就开个小店，全手工作。就你一个人做，然后我们要去想吃个热干面，还得跑到武汉吃正宗的，去你店里，网上没有。而且心情不好的时候关门。不做，对，这倒像你的个性，是吧？我最喜欢、就是、行，就这么弄吧。我最喜欢就是关门。对，天晴开门，天阴了也关门。什么时候关门？是今天为啥关门？天下雨了。明天为啥关门？心情不好。后天为啥关门？出去旅游吧。但是我在想，我怎么活过来的？哎，真的，我怎么能够茁壮成长？对，是命好，命好，运气还不错，所以茁壮成长了。